它这个的菜单呢，很明显的就是只有这样，还有这样，三种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对吗？啊哈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然后这一面是有土豪套餐的，然后这个是另外加小菜的。所以根据他们店的作业程序呢，通常有去吃过的朋友都会知道，就是说他们点了，不管你是要土豪套餐的，还是这一个套餐的，你点完过后他都会问你需要的是什么辣度，要不要辣，要辣的话什么辣度，然后过后要不要什么小菜啊，喝水啊，这些东西，饮料，另外还有加，还要加什么菜，这边还有其他的小菜。然后所以可以从视频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的就是他顾客 A 呢，他是有手指指向这一个338块的那个方向，因为很明显在那个 CCTV 看得下它的菜单，这个有这个土豪套餐土豪大餐的这个字是非常明显的。